请全体起立，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欢迎收看2024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对阵河南万仙山女足的比赛。从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客场作战的河南万仙山女足，身穿红色球衣；从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绿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海南农信群众女足。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海南农信群众女足这边，二号陈玲玲，八号徐彩萍，九号王慧敏，十二号宋雨晴，二十号王文文，二十一号志杰，二十四号苏玉轩，三十二号南阳，四十五号蒋红平，四十八号王萱萱，六十号张倩。河南万仙山女足这边，五号蒙特萨，八号刘岩，九号韩淑雨，十一号董家宝，十二号黄家彤，十三号刘婷，十五号王苗，十七号徐子月，二十号张瑞，二十四号郑明柱，二十八号樊梦斐。本场比赛是在海南农信群众的主场，位于海南省群众女足训练中心体育场，现在当地的温度是28-29度，湿度也是比较高，70%-80%吧。所以今天对于比赛的双方运动员的体力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目前海南农信群众是排在女超的第11名，本赛季取得6-4-负积6分的成绩。而河南万仙山女足暂列第9名，7-3-负积7分。所以说本场比赛双方的水平还是差不多的，看看谁能够获得本赛季的首胜。蒙特萨分到右路，身体一让，快速推进，这下有点汤的离身体太远了，被群众女足断球。本场比赛河南万仙山女足也是只上了1名外援，就是五号来自博兹瓦纳的蒙特萨。双方在2022年7月21号女子足协杯有一次对战，是最终是1-1战平。滑到禁区内，这下传球有些大了，不过获得了一次前场边线球的机会。球发出来，打门，这脚打门离球门还是比较远的，也没有打上力量，守门员扑起来也是比较轻松，将球直接没收。蒙特萨大脚长传，回传门将，通过首发名单来看呢，海南农信群众这边本场的阵型是442，而河南万仙山女足本场也是442的阵型。大脚长传，这下传球也是有些大。海南农信群众女足的前场边线球。在左边路的连续配合，切到中路，再次选择远射打门，球进了。开场的5分钟，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就通过远射将比分打成1-0，
可以说本场比赛的战术应该是主教练有要求安排。从开场以来的5分钟，海南农兴群众女足就尝试了两脚远射。那两脚远射呢，也是有一脚成功的洞穿了对方的大门。看一下这颗球的回放，在距球门打进区域线前20多米的距离，20-30米的距离，一脚远射直奔球门的左下角。由于失球比较早，看看河南万仙山女足会作何调整。河南万仙山女足获得了一次前场边线球。传到中路，后点防守队员先进攻队员一脚将球踢出边线。镜头也是给到了刚刚进球的功臣21号志杰，徐子越将边线球发出来，传到中路，被防守队员顶出了底线。河南万仙山女足在失球以后，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连续的在前场获得了边线球和角球的机会。看看这粒角球怎么发。角球开出来前点，第一点被防守队员顶出，打门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蒙特萨再次传到禁区内，第一点还是被防守队员争到。海南农兴群众女足回传门将，王慧敏漂亮的脚后杆传球，志杰将球丢了。这赛季两队分别是河南万仙山女足排在第9，海南农兴群众女足排在第11。如果本场比赛虽然说现在为时尚早，如果以现在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那么海南农兴群众女足无疑在排名上可以向上窜一窜，因为目前呢排在从第7名到第11名中间的分差
积分也只差四五分。所以说，一场比赛如果能拿到3分的话，那么对于排名还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这下传球稍稍有一些传到两人之间，看看河南万仙山女足怎么打反击。想传一个过顶，但是球的力道和准度差了一些，被防守队员解围出了边线。边线球发出来，继续发边线球。直接打门了，这角球是四传四射，应该是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出了底线，所以河南万仙山女足再次获得角球。看看这次角球还会发到前点吗？开出来后点，被防守队员顶出，换边继续发角球。发到前点，河南万仙山女足自从丢球以来的几分钟，对海南农信群众女足的防守的压迫感还是变强了不少。这脚直接的打门，守门员拖了一下。想尝试一脚加速的低平球的直塞，被防守队员断下。这下传球的失误，停球有些大，但是还是追上了，博得了一次前场角球的机会。角球发出来，后点。
张睿手抛球进了禁区，直接打门打到了应该是己方队友的身上，蒙特萨。河南农信群中女足，海南农信群中女足选择在中后场倒脚，寻求向前的机会。河南曼山女足的反击，这下传球的第一点被防守队员争到。分到右路，队友快速套边插上，传中，这脚传中应该是没有力气，所以最后也没有打起来。中场的断球，直接传中，二号陈玲玲将球直接解围出了边线。手抛球发出来，这下和队友啊没有想到一块去，没有做好接球的准备，直接将球传出了边线。双方在右边路啊对球权展开了激烈的拼抢，球权也是几经更换，又回到了河南万仙山女足的脚下，这脚传中，差点就传了过来。海南琼中的反击，分到左路，三名队友向前包抄，看看能否将球摘出来。哎呀，球被断掉了。这脚大脚的斜长传也是传的有些大，南阳将球控在脚下，由于早早取得了领先，所以也不着急急着进攻，可以将节奏尽量放慢。变向，但是这下球带的有些大，
河南万贤山女足通过后场的连续倒脚转移到了左路。解围到河南万贤山女足脚下，选择一脚打门。这脚球打的也是比较正，而且距离球门比较远。大脚的长传，外援蒙特萨呢也是为了保险起见，直接将球开出了边线。球还在海南农心群中女足脚下，这脚传中呢也是球没有包住，脚腕没有转过来，直接将球传出了底线。来自开场进球的21号志杰，河南万贤山女足的反击，这下其实有些着急啊，和自己的同侧的队友也在快速的向下套边，完全可以分给无人盯防的向下套边的队友，让他在做传中的选择会比较从容一些。这家向前的直塞也是比较着急，和队友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联动，被门将南阳出击将球没收。从开场这25分钟来看呢，海南农心群中女足开场对河南万贤女足进行了一个前场的高压的逼抢和连续的远射的尝试，最后呢也要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就是现在是打进一粒进球，1-0领先了。而河南万贤山女足这边开场25分钟以来呢，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对球门造成大的威胁的机会。大脚的直塞，这下看看能否追上，稍微差了一点，慢了一些，外加今天当地的天气也是十分的闷热。转移到右路，左边比较空，漂亮，传中，后点，
稍稍传得有些深了，队友没有赶到。等赶到的时候，球已经离底线太近了，没有充足的空间做调整。由于天气比较炎热，双方呢也是早早的进入了补水的时间。通过转播镜头来看呢，双方球员也是大汗淋漓，身上早已湿透了。这种炎热的天气对双方球员的考验，不仅是球员技术上的考验，对体能和素质上，也身体素质上也是一个考验。海南女足边线球发出来，分到我们蒙特萨，直塞，这下队友没有够到。往前的传递，选择继续下底传中，这下头球没有顶到啊！如果顶到了，那又将是一个破门的机会。传球的球的落点还是很不错的，距离顶到应该也是差那么一点。直接的长传传中，传到禁区线上打门，再次尝试一脚远射，这脚打门也是颇具威胁，被守门员飞身扑出，球还没有出界。海南农信群众女足的上半场呢，就是贯彻一个理念，在大禁区线周围有机会我就起脚射门。
这下前场的断球。防守队员先进攻队员一脚将球破坏出了底线。张睿站到球前，还是前点，这一下球已经提前出了底线。这下的回传球呢也是有点偏，不过好在蒙特萨将球还是追上。蒙特萨再次大脚的解围，将球踢出了边线。河南万仙山女足的反击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横向的转移，提前量给的也是比较大，好在队友追上了，直接的传中，防守队员稳妥起见，将球直接开出了边线。来自六十号张倩，董家宝掷出界外球，向前推进了2米，继续发边线球。这脚球应该是在踢之前就已经出了边线。这下传球的准确度差了一些，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快速的反击，前面只有自己一人，不过队友已经套边插上了，看看能否将球传上来，穿裆过人。裁判没有响哨，示意比赛继续。分到右路，没有好的向前传递的机会，
而且防守队员上来的也比较快，没有好的转身机会，还是选择直接的向回的回做比较保险。这一下的传球啊，也是力道太大了，直接将球传出了边线。这脚传的还是不错的，传中，被防守队员解围出了边线。再次的传中，守门员出击。大脚的分边，这脚传的准度和精准度力量还是很不错的，外加队友停的也不错。蒙特萨将球护出了底线，左侧其实比较空，这下呀，两个队友的点跑重了。不过解围没有踢远，踢到了进攻队员身上，还在球还在河南万山脚下，传中打门，守门员飞扑，但球还没有出底线。防守队员的再次解围。球也是应该踢到了河南万山女足的身上，有个变线，海南农信群中女足的边线球。刚刚这次进攻呢，可以说是河南万山女足开场以来最好的一次，距离也是距离破门最近的一次机会。从整个的发起到传中还是进行的比较流畅的，董家宝将球开出，蒙特萨分到右边，长传的打身后，上半场的常规比赛时间已经进行了40分钟。将球成功的摘了出来。传中。
这下汤大了。裁判是吹罚了，应该是抬脚过高，危险动作。将球权呢也是判给了海南农信群众女足。打脚直接传中，这下的任意球发的应该是越位的。蒙特萨快速的向前推进，打门，这脚打门也是稍稍的偏出了球门。中场的丢球，看看海南女足的反击。尝试来一脚直塞，但是被断下了。看看河南万仙山女足能不能利用好上半场最后的这几分钟。上半场补时两分钟。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是两分钟。蒙特萨分到右边，这下分球的力道有些小。分到右路，传中，传了一个低平球，在前点被防守队员直接踢出了边线。二号陈玲玲的解围，蒙特萨直接传中，足球的落点处呢也没有己方队员包抄。
好，随着主裁判田金的一声哨响，2024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海南农信群众女足上半场暂时1-0领先河南万仙山女足。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半场再见。
好，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欢迎各位观众回来继续收看2024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对战河南万千山女足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海南农信群众女足这边21号的智杰在第5分钟打进了一粒漂亮的远射，帮助海南农信群众女足主场1-0暂时领先河南万千山女足。从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海南农信群众女足，身穿绿色的球衣、绿色短裤。从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红色上衣、红色短裤的是河南万仙山女足。下半场刚刚开场呢，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就获得了一次前场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前点，被防守队员直接解围出了边线。河南万仙山女足这边也是在中场进行了换人，主教练兼球员娄佳慧也是换上了场。娄佳慧也是身为前女足的国家队的成员。看看主教练的亲自上阵，能否帮助河南万仙山女足在下半场将比分扳平，甚至是反超？传到中路打门，被门将稳稳的没收，扑在怀中。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在上半场呢，贯彻的一个主要的进攻的思路，就是在前场一旦球带到大禁区线附近，闪开有射门的空间，就进行一脚远射，尝试来一脚。而上半场呢，打了有四五脚，均有不错的效果，并且还取得了一粒进球。双人的包夹将球断掉，河南万仙山女足的反击传到后点，防守队员先进攻队员一脚将球铲出了底线。来自9号队长王慧敏的解围。韩书宇发了一个战术的角球，传到中路，徐子越分到右路，这下尝试过人的失败。传中后点，头球。这个球呢，虽然已经飞入了网窝，但是裁判应该是吹了进攻队员的犯规。看看刚这颗进球的回放，传到后点，头球。
镜头呢也是给到了裁判。最终呢，刚才的这粒进球应该是犯规在先。再次尝试一脚远射，下半场刚上来啊，河南万仙山女足就取得了一次比较好的通过团队配合的破门的机会，虽然说最终是被吹掉了，但是整体来说进攻向前推进的也是比较流畅，比较有章法的。分到中路，漂亮的穿裆过人，但是蒙特萨的第二反应还是很快的，转过身来的铲球将球破坏。海南农信群中的前场的边线球，裁判呢，最终是将这颗球的球权判给了河南的万仙山女足。这个球应该是手上有拉人的动作，吹了海南农信群众女足的犯规，转移到左路。再次尝试一脚传中，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娄佳慧回做打门，这颗球啊也是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后点，后点的进攻队员呢也是没有想到球会以这种方式来到自己的脚下，所以还是没有做好准备，球呢也是从他的脚尖滑出了底线。下半场开场以来呢，河南万仙山女足获得了几次比较好的进攻机会，距离破门将比分扳平也是差那么一点点。再次尝试脚打门，距离破门也是差那么一点。整场比赛海南农信群众女足的远射给河南万仙山女足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刚才这脚打的质量也是非常的不错，无论是从打门的角度和力量速度来看都是差那么一点。
河南万仙山女足再次发生换人，换下13号刘婷，换上4号尚亚茹。由于本赛季两队之间的排名差距很小，而且积分呢也是只差一分，所以本场比赛的胜负可以说是一场顶两场的比赛。本场是大脚的长传，传中，传到中路，头球。来自刚刚上场的四号尚亚茹，刚上场的第一架触球就完成了一个攻门。海南农信群众女足也发生换人，换下45号蒋红平，换上47号黄晶晶。刚刚值得一提的是，刚刚海南农信群众女足换下的队员蒋红平是一名 U17 的队员，而换上的黄晶晶也同样是 U17 的队员。假传真扣，尝试一脚低平球的传中，大脚的长传，特萨传给徐子越，防守队员对娄佳慧的犯规，这下上抢是有些冒失。其实这脚完全没有必要上抢的这么凶，因为即使娄佳慧接到球，他也是转不过身来，只能将球回传，不好处理。而这下上抢直接造成犯规，给了河南万仙山女足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定位球开出来，发到中路，后点摆渡，脚解围有些踢疵了，再次传中，蒙特萨分到右路，传向后点，头球。来自10号娄佳慧的攻门，球呢也是稍稍的高出了球门。下半场开场以来呢，
河南万仙山女足的进攻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而刚刚这脚球呢，队友的传球意图也是很明显，那就是直接找位于后点的自己的主教练娄佳慧。河南万仙山女足继续发动攻势，防守队员呢也是不敢怠慢，将球直接开出了边线，传当的过人，传中打门，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长传，海南农信群中女足的反击，直接尝试了一脚直塞，传的稍微有些大，队友没有接住，蒙特萨快速的向前的推进，分到左路，看看队友能追上吗？队友追上了，看看怎么处理，再次的传中，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这段时间河南万仙山女足进攻的节奏打得也是比较快，所以无论是对于进攻队员和防守队员来说，对他们的体能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由于本场比赛在海南的琼中举行，所以当地的天气也是十分的热，十分的湿热。海南农信群中女足有队员倒在了场内，队医也是进入场中，应该是有受伤的情况发生。球员被担架抬出了场外，现在海南农信群中女足少打一人，河南万仙山女足发出角球，后点，防守队员解围到中路，徐子月直接尝试打了一脚远射，刚刚受伤下场的48号王萱萱应该是坚持不了比赛了，所以最后海南群中女足发生换人，换上28号柴拉甘。这是一个对位的调整。这下河南万仙山女足后场的出球发生了失误，传球传中，再次向中间传递，防守队员解围出了底线。12号宋雨晴，本场比赛呢，后卫宋雨晴也是发挥特别重要，有多次的大脚的解围。韩书宇，
角球发出来，低平球扫到中路。还是来自于十号娄佳慧的攻门，不过守门员南阳呢注意力还是十分的集中，将球稳稳地扑在怀里。这下传球的力道有点小，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发生断球，进了禁区，打门。来自八号徐彩萍，刚刚的断球加向前的快速带球还是十分漂亮的。蒙特萨的大脚的传中。门将南阳刚刚这脚出击应该是有受伤的情况，河南万仙山女足的主教练兼球员十号娄佳慧也是把队员们叫在一起，布置一下，趁着补水的时间布置一下接下来的战术要求。刚刚海南农信群众女足的门将南阳的出击，看他的表情应该是受伤还是经过队医的治疗，南阳呢也是站起来跑向了自己的球门，应该是受伤的情况有所好转。看看会不会对他接下来的表现有所影响。手抛球发出来，传中。大脚解围出来，整个河南万仙山女足的
防线是攻到了半场以内。海南农训群中趁机发起反击，但是这下速度没有打起来，由于中间接应的点有些太少了。漂亮的让球转身，裁判呢也是吹了徐子越的犯规。志杰为己方主队博得了一次前场的定位球。定位球发出来，发到中路投球。这脚球应该是在传球的瞬间越位了，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有两三个身位。海南农信群中女足的守门员南阳再次有抽尖的情况发生，距离他刚刚受伤队医的治疗过去了也就几分钟。队医再次进入到场内，下半场呢，主教练娄佳慧上到场中进行比赛，对于河南万仙山女足的进攻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从下半场开场以来，河南万仙山队的女足他们的进攻呢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最终呢距离将比分扳平还是差那么一点。分到左路，脚后杆的传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腿上，海南农信群中女足的守门员应该是还是坚持不了了，发生换人，换下32号守门员南阳，换上3号李秋菊，换下24号苏玉轩，换上37号丁楠。
看看海南农姓琼中女足被迫的更换守门员，对他们后续的比赛有没有影响？而河南万仙山女足这边能否抓住对方更换主力门将的空档，抓住这个机会将比分扳平？打门，防守队员呢是英勇的堵在了射门的路线上，不过球还在河南万仙山女足的脚下。分到右路，蒙特萨大脚的传后点。现在呢，河南万仙山女足所有的队员除了门将都已经压在了海南农姓群中女足的这半场。球还没有出界，蒙特萨再次的传中，头球的后蹭，防守队员为了稳妥底起见，直接将球开出了边线。继续发边线球，双方在边路展开了激烈的对球权的争夺。这下传球的意图被防守队员判断到了，尝试着二过一，但是传球的力道稍稍有些大。海南农姓女足的反击，直接传中，掉向了球门。这脚传中球呢，也是直接的打进了球门，还是来自于21号志杰，帮助球队取得了两颗球的领先。志杰本场比赛已经梅开二度了，这脚传中球看似是对球门没什么威胁，但是居然直接传到了球门的死角，门将也是拿这颗球没有丝毫的办法。这里进球呢，应该是门将，河南万仙山女足的门将守门员郑明珠对于这个球的落点判断也是有些失误。等发现足球向着后点奔去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再想着往出拍打却拍不到了，球呢也是直接掉进了后点的死角。志杰本场梅开二度，上半场第5分钟，志杰是在禁区大禁区线外进行的来了一脚漂亮的远射，
帮主队将比分领先。刚才在比赛的第79分钟，志杰呢又通过边路的一脚射门，将比分扩大到2-0。常规的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80分钟，留给河南万仙山女足时间不多了。其实整个下半场呢，河南万仙山女足的攻势是比上半场有很大的进步，几乎快打得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喘不过气了。但是足球往往就是这样，场面占优的球队未必会获得比分上的优势。志杰传中，再次奔向球门，漂亮！距离刚刚取得的进球只过了2分钟，志杰又以同样的方式将足球打进。志杰本场比赛已经戴帽，取得了帽子戏法，这次是足球直接飞向了球门的前点，守门员郑明珠再次脱手。志杰本场比赛的发挥可谓是相当出色，凭借一己之力帮自己的球队取得了3粒进球。而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前面10场比赛一共也就取得了5粒进球，而志杰本场比赛一人就打进3球。不过河南万仙山女足还是没有放弃，比赛第82分钟，河南万仙山女足获得了一次前场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开到后点，裁判再次抢哨，看裁判的手势，难道是给了河南万仙山女足一粒点球吗？海南农信群众女足呢的队员呢也是围在了裁判身边，向其说明情况。确实，比赛第83分钟，裁判判给河南万仙山女足一粒点球。这粒点球无疑是考验刚刚换上场的海南农信群众女足替补守门员李秋菊的机会。打门，稳稳地将球打进。比赛第83分钟，河南万仙山女足将比分扳回一分。河南万仙山女足发生大规模的换人，因为我们刚才就介绍过了，本场比赛对于排名相近的两队来说可谓是十分重要，可以说是一场比赛顶6分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对战。因为目前双方的积分只差1分，排名呢，一个排在第9名，一个排在第11名。
直接大脚的长传。换人调整以后呢，河南万千山女足的外援蒙特萨应该是顶到了前面。双方在中场对球权展开了激烈的拼抢。有路队友套边，但是选择向中间长传。直塞打身后，志杰再次尝试传中，娄佳慧。直塞，找蒙特萨。这下足球仍然没有出界，蒙特萨直接传中。再次传中。场内应该是有球员受伤的情况发生，裁判呢也是吹停了比赛，让队医和担架赶快进场。下半场呢，伤停补时九分钟。裁判坠球恢复比赛。
传中前点。河南万仙山女足的角球，从转播镜头看呢，现场也是下起了大雨，这无疑对双方球员，尤其是门将，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发到前点，倒钩，足球也是稍稍的偏出了球门范围。传中，万仙山女足最后还是抓紧时间前场逼抢，这下传球也是稍稍有些大了，将球直接传出了底线。现场的雨啊，下的还是不小。长传转移。由于场地呢下了雨比较湿滑，所以足球一旦落地再反弹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向前的加速，如果在落地前球员接不到球，他一旦落地那再想追的话就比较困难了。横传的失误，海南农信群中女足反击，传球的瞬间呢，也是己方队员处于越位的位置，越位了。分到右路，传中。最后一下汤的离身体比较远，在想对足球进行控制也控制不了了，被防守队员解围出来，不过球还在河南万仙山女足脚下。裁判吹了进攻队员犯规，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5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9分钟，现在补时时间已经过半，目前的比分仍然是主场作战的海南农信群中女足3-1领先河南万仙山女足。右侧队友其实已经快速的插上了，传中前点，后头球后蹭，门将
脱手了，不过好在第二反应还是很快的，将足球牢牢地按在身下。裁判吹了蒙特萨的身后的推人犯规，海南农信群中女足后场的定位球。守门员大脚将球开出，直接传中，传后点，这下防守队员解围失误，志杰打门，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本场比赛21号志杰的状态可谓是十分火热，本场比赛已经取得三粒进球，获得了帽子戏法。志杰和宋雨晴都来到了点球点附近，看看会不会是一个战术的角球。战术角球发出来，传到中路，第一点被防守队员争到，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最终双方的比分是海南农信群众女足3-1战胜河南万仙山女足。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场再见。本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3-1，海南农信群众女足队胜。感谢大家来到海南省琼中女足训练中心体育场，在此诚挚邀请大家8月4日晚上7:35前来观看2024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第14轮海南农信琼中女足与江苏无锡女足的比赛。再见。